一些生活的经验或什么背景有关。除了看得到的东西，剩下的重要就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是生活构筑跟制造，那是我感兴趣的部分。叫你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对建筑如何实际贴近人的需求这件事，我觉得比较重要。透过建筑，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个世界，或是说用我们的观点去理解，然后或是去创造一些空间或是说一个场域这样出来。我从来不觉得那个建筑要做到大家看不懂，因为我希望那个很多的好的建筑要更多的是你爸爸妈妈都看得懂的那个，那叫好建筑。你先告诉我，你觉得谁是多数好了？一定是 20% 的少数。我没有，我不代表多数，也不代表少数，就是我，就是那个一。20% 的坏人，那不要了。这样，如果当20%的人要做80%的事情，对吧？如果套用你那个法则的话，那我就要当那80%的人。我应该不算多数啦，相较起来我擅长的专业跟领域实际上也是小众。如果你变成 80% 的话，这就是一个职业，如果你是 20% 的少数的话，你才有可能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永远知道我们是少数的20%，可是呢，你要为80%的大众去做努力，这样加起来就是一把，对吧？我想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特性啊，不敢说是多数还是少数啦，因为人只有好几面嘛，我还是会需要混口饭吃啊。这个我想80%应该都是一样吧，除非你是那个富二代，那没有办法，那富二代可能是20%这样，那我也希望是20%啊。我觉得不是热情哎，他是习惯。100%，100%啊！应该还有60-70%。在这几年慢慢在转变的过程中，我只能说我对建筑这件事热情比以前多了一些，但所以我不是用剩下啦，就是我可能有持续的在增长，但到底现在是多是少，怎么样去比较，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因为我走一条跟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路，可是你大部分时间你为了准备那件事情比较寂寞，或者是比较少会被顾及的。可是当这个时代越来越是那样的时候，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说的是人话呀，那就会比较重要。可是建筑师他要养成的你的专业养成背景啊，你的逻辑啊，你的审美观啊，你看事情的态度啊，他会需要一直磨，一直磨，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出现一种个性，就可能也是有人分得很开啊，就是建筑就是他的工作。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管工作嗜好，莫名其妙所有的东西都会跟建筑这件事情有一点关系。这一块其实跨到后面去了，就你接了你前面学的东西，到了这20%，有点像，我要看到我未来接下来。如果你要做建筑，但也很多人不做建筑。可是我觉得，就算他不做建筑，他毕业设计也会反映出来他未来想要做的事情。但应该要综合你这几年的能力跟知识，做出一个勇敢说话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是总和，你们必须要呈现说1-4年你们专业能力的展现，在这个基础之上，更多自己的想法，成为那20%以上，看你的选择吧。毕业设计，要么找一件你擅长的事，要么找一件你感兴趣的事。找你擅长的事，可能跟前面有关，或跟你前面整段人生有关；找你感兴趣的事，可能没有，就这样。
对也不对。好，我问你哦，你二三岁是因为你活过二十二岁、二十一岁，你身上还有二十二岁的你吗？还有二十一岁的你吗？对，你真的觉得一切都是连续的话，你身上还留下多少一岁的东西？一定没有吗？所以我觉得，永远把现在的五年级当做一个全新的起始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只要记得现在五年级你的所作所为，它会影响之后你的每一年。等影响完这一年就不见了，所以要珍惜哦。我没有带领他们啊，完全没有，我就放他们跑而已。尽我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走向离开这个学校之后的下一步，把不同这个领域的知识呢，跨领域知识可以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连接在一起。所以像我们这一组做航空城，那一开始他们就必须真的去面对航空城的董事长跟航，对，所以我直接把他们丢过去。所以我希望他们就假装他们是专业人士，但是你是模拟考，所以你不会像我们在业界，你做不好你就完蛋了，你不会完蛋，你只会被老师骂或是被耻笑一下这样。今年我很谦虚，去年其实对之前那一届，就是我很诚实，诚实有时候很残忍，对，但诚实并不代表，我对于现在这一年有讲到任何一个谎话。我觉得我今年很幸运的是我真的遇到很好的学生，就是有一天我要上课，走进他的工作室在隔壁。他握着那个 S8 车腰杆说等一下我在沙龙，然后我就站在后面看他上。那所以在那里面的过程中，我只能说我跟着他们一起在想一些事情。是我如果有机会放掉的话，我应该会去旅行跟阅读，在铁工厂做铁工，想做厨师吧。你这阵子在做滑板，前面一两年在做船，我一直都没有在做建筑啊。我想要写科幻小说，我有好几个草稿，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就目前我得到的反应是说故事本身是很有趣，但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我要把它写成文字。就是拼图。哦，有。我最不喜欢后面是空的。我不喜欢其他老师在看手机。我其实很讨厌看到那个简报很破，然后故事很破，然后 上台 很恐慌的状态，就是没有东西啊。学生的东西很空，没东西可以讲啊。因为我觉得评读的场子很多都以为是老师才是主角，没有你们才是主角。难得你可以浪费我的时间，是你为什么不用力的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我觉得那是每一次上台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或同学在内，应该要有的心理的建设跟想象吧。拼图那个场合啊，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我不是，你知道这么多人在讨论他的案子，不是说我要告诉你怎么做的更好。他比较重要的是那个讨论的过程。你们的设计到底几月要出来？为什么不来上课？为什么不交作业？为什么要 delay？ 你们喜欢建筑吗？那我有个问题，你以后会想回来教书吗？啊？加密？哎，真的画不出来耶！真的假的？这太难了吧。就这样，等一下要画耳朵。我再加一颗痣它就变我了。我在模拟我二十岁会做的事情。我想看别老师的画像。